好，有人说带破防龙科，拍谁去斗几条嘛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如果带破防龙科，这样就不能展现出我水希腊之神啊，不，用水神希腊的水神希腊的这个的功力了，好不好？什么功力？是你人品的功力吧？不是，就是节目效果的功力。节目效果。哦，那个破防龙科你也不用担心，因为那也只破五十发而已。库库尔坎，用水妖精很无脑。安倍队，安倍队应该可以啊，但是就是背弓队嘛。我现在用一个希腊队是不太一样的展示，这样。哎、欸，哦，全体攻击不用担心，为什么？因为中间那只它是那个木的。停，不好意思，我有时空间这样空中它宕机啊，你别给看。哇，听着声音听着很舒服，可是掉到没电了。可是我的感觉是不太舒服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百姓生物啊。嗯。那这种天降控制方式，就是属于一波碾压的，一直碾。就跟碾泥巴一样碾，你知道？就右边先死，左边还没死，你知道？通常剧情都会是这样发展的。所以你问我为什么，我满载。祝你等一下有新猪可以用啊！哎，你瞧不起我的新猪了？我在祝福你。哦，对对对，敢、欸、这样就对了，这样就对了。停！哦，我嘎仔。我还想除一波嘞，不要掉心，不讲错了，不要掉水珠了，够不掉。有没有两吸变十吸？有没有？虽然刚刚有点出彩，不过它还是有十吸啊。龙科跳起来了。当我讲出这句话，已经有人知道答案了，那我就不解释了。你带的那颗我知道了。嗯，不是不是，那跟龙科没关系。哦，你是用凹光钻的？对对对对，对嘛，我就说一定会有人知道。怎么可能不知道？我常常搞牛魔王。对啊，我们伊恩非常优秀吧？下次帮我找一些问题来，来。看你老师北一回龙科，帮我找些问题考考他。哦，善用手中的卡牌哦，当然龙科也要善用啊，好不好？发挥最大的效益。耶呵，敖光。第四关，狂暴，嗯，狂暴，我送你。啊，靠，有点不妙哎、欸。嗯哼 ，OK。我们开主角吧，看看有没有机会用出顶尖三星。不过不是整版，所以不可能是顶尖的，除非上面全部都是水。开主角吧。哦耶，有点小小的失误，不过没关系，那两排长长的还是很长的，超长的，慢慢。基本上来一个25 combo 就可以了，我要求不是很多。看看我们如何不用钱不用水运龙来做一个破防的动作。31 combo， 哦啦哦啦哦啦，快来破防，我跟你讲。哦，
因为他读的比较久，所以我要念比较久一点。对，哦，这边就是储技的意思了，这边就是又要把技能储回来，不过应该不是太难了。因为我们 CD 面很长，所以储技是很快的。嘿，先把我胖掉。没水珠，没差，不要水珠啊！我就是不要水珠啊，不然我下一关就把他送走了。这就是控珠啊，知道吗？各位，就是。玩某些角色，就是他没有说一定要，说水系大家一定要整版都是水嘛？当然不是一定，因为整版都是水，你就把它送走了。哦，这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水珠，需要的是新珠。这个是什么？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你问我，因为我现在没办法帮你翻译英文。对，哦，对啊，当然你问一些跟实况没有关系的东西，我想应该也不太有太多人会回你啊。对，这关还蛮好出气的嘛。我，哦，是怕你这关不小心天降一直降到不得了。哦，玩西亚哈，西亚就是要控天降，会控天降就得天下，知道吗？哦，重点西亚要能够控天降。CD 二很好，我们就一波把它带走吧。嗯，开这个。再叠个印记好不好？哦，三七，哦，有一点小小的失误，不过威力还是很强哦，威力还是很强哦，哦，没有到二十一期，不过还是很强，看到没有？我没有在胡乱。牛魔王哈，两秒转珠哈，两秒转珠哦。那我开个主角好了，中间要留心哦，各位，中间要留心哦。这都是控住了一些技巧，哦，给大家参考。因为希腊你不会控制天降，没办法玩两栖变十栖的玩法。点点点点点点点，看到没有？控天降都控到这种地步了，这个是不多了，好不好？非常好，不过我们中间的杂数好像不太多，有点小小的问题。我尽量试试看，我尽量。我操，有点困难。啊靠呗，没转到，哦，没有消到光珠就不要理他。我没笑到光珠，所以我刚没理他，太可怕
龙哥 Quirky。哦，因为刚刚如果消到光柱的话，我肯定要开龙哥，不然我就再见。十一康林老师哎、欸，到底可不可以一波带走呢？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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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一定要 KO 啊！基本上一个节目可以每次玩的好像要死不活，然后又过 我看也找不到第二个了，真的，好不好？这样应该可以吧？哎，时间刚好一个小时，好吧？干嘛？这不知道在玩什么，每一场都可以玩成这种紧张刺激，明明打起来就好像很顺的关卡，只要到平民百姓的手中，它看起来就很惊险刺激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刚印记有，印记有跌到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又很顺利了，我们用了三对了，好不好？三对应该够了，好不好？就是看开心的了，好不好？看开心的，好不好？那对，今天实况很顺利，就又来到了尾声了。对，我们很顺利通关，因为这样等一下我比较有多一点时间可以做影片做一些处理，这样好不好？那谢谢这个75,300位的观众，这个满记哦，这次我不会念满记，对对，哦好，谢谢各位今天的实况的观赏，哦，今天实况就到这边。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大家拜拜。